有很多粉丝很关心阿曲墨，今天我来到一个批发市场，然后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到阿曲墨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走，这个都是四块钱吧，干净推吧，都调味给你推吧，对吧？你如果拿切戒指，我肯定都占有你的。那这样子吧，要不然老板，我到这里先去算一下，我刚过来，我去算一下，看一下价格，比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老板？好，谢谢你啊。这个，红薯粉是，这个红薯的馅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反正我推算，如果你羊肉放的时候，6块是一件一个羊肉，如果你买是7块，6块。只要他吃过以后，他一件有多少斤？一件是30包，30包是30斤，它是重的包装。30斤，一把是一斤，6块钱一把，6块钱嘛，反正我们还有个空间。在你不亏的情况下，肯定一点空间都没有。这个要我先拿蛋件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好，拿个蛋件，好不好？好，阿姨真的挺好的，欢迎。0090+6+3+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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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+
收费成功，三百八十四点五。你帮我准备好了，然后我待会儿请个车子过来拉，好吧？你帮我准备一下啊。好，谢谢你，阿姨。谢谢，不行。好，一瓢一勺子是多少斤？大概两斤，好吧？来，拜拜，喝了啊，啊，喝了，啊，好，谢谢你。要这个酒，要不放在这里，我待会儿再过来，好吧？啊，谢谢你。你是不是搞那个什么风景的？差不多啊，谢谢。以后我们需要就在你这里来，待会儿我去把其他东西买好了，我到这里来吧。好，可以，我先走了，好，好，谢谢你，老板，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。